快乐轴加速器的韩服能不能用？主要太贵了，一个月70块钱的，人家加速器都30，这好贵，70块钱一个月。万一那不好用，你行不行？不会打两天就被喷到灰溜溜的回国服吧？哎呦我的妈！喷，这很正常，但是我会尽量让你们没有点喷。抠一下，为啥不用悠悠？悠悠不好使。骸骨镀层没有，这剑魔马上要死，我直接闪现 W 点炎平 A 接 Q，没打死好像差一内内。刚好差个红怒 Q，现在我知道这鳄鱼的斩杀线有多少了。鳄鱼的斩杀线大概在250点左右吧，差不多。250点，300滴血吧，差不多，刚好二级斩杀器。你直接越，我直接晕住，好意。我这把尽量让你们就没有点喷，真的，一个失误没有这一把啊。坐下来一下啊。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肉？抽一下。这不看见了，这既然蜘蛛走了，我们也就回去吧。你们硬喷，你硬喷不了，我一个失误没有，你咋喷啊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恐怖可怕，什么叫一个失误也没有。这个游戏就是比谁失误少，如果你能一个失误都没有，那么你将无敌。三段 Q， 好，一 Q 一下，平 A 走位，平 A 走位，平 A 红怒晕走了，不打了。完了，还好还好，吓死我了！有失误了啊，这是有失误了，他马上死。有失误了。但是失误没死，这才是最厉害的。一个人失误肯定是会有的，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失误能把它找回来，能将失误变成你露出来的破定给敌人，那么才是最厉害的，知道吗？谢谢一个辈子的朋友。
破红入坑回血。不行，血太少了。我的塔皮！又是这种建模。就你会出是吧？就你有，就你有小反甲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内瑟斯不会永远的从我手心里逃脱的。蜘蛛是肖带呀，啊！不是肖带，只是努努是个笨蛋。来吧，平 A 红路晕，平 A 吃药，平 A 一抖抠一下，平 A 穿甲跑了，好跑吧，我闪现走。插个眼，鱿鱼，鱿鱼，我操，还有加血，救救，哎呀，可惜。可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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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能是可惜了。有个点炎好了。Rampage。砍翻他们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六级的蜘蛛，哎，我实在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四级的努努非得要一直干咳，真的很烦人，很讨厌。你扛兵能扛住吗？我们前后夹击你咋办啊？没拿到银头。这么半天，那建模都零盖删了，我才一个人头吗？我才111吗？我96个兵，他38个兵。才111啊。战绩好差呀，不然呢，我觉得他应该，他都0-5了，我没杀，我一共杀过他2回吗？他
这把输挺硬吧？哇哦！平 A 红怒晕，平 A 走位 ，Q 一下，平 A， 平 A 先杀努努了。一上来红怒晕 ，A 接 Q 劈死，被抢人头了。这努努真的是好烦哦。不过也确实我们杀的人是最少的，他们就盯着那些杀的人最少的欺负，你知道吧？你看就盯着我杀人最少的欺负他们，老这样。像精神病似的，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 Legendary Double Kill， 治不了蜘蛛还治不了我，他还真就治不了我，说实话他还真就治不动我，只不过刚才我没准备好，但是旁边有鱿鱼吗？刚才就现在这蜘蛛假如是在对面，在我对面啊，在我们面前它都不太好死，我说实话。努努赶紧过来，来努努要是不过来的话，那么剑魔就只能是一个字儿，死死。谢谢一辈子的朋友，谢谢朋友的皇冠。红怒晕平 A 一过来投降了。